那最后一首歌《二十五岁》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表演。啊，明天要来逛市集哦，哈，这边会有市集这样。啊，再讲一下啦，我这张椅子哈，是那个忘记了达摩吗？达摩工坊。哎，达摩工坊的艺术品是吗？是那个椅子啊，会提供就是在展场里面展出，然后会义卖，然后都会捐给世界展望会。很好的事情，我认真的啦哈，哎，我最近伊甸也有找我，好不好？他们终于发现我是有爱心的人了哈，大概四五年终于发现，哎，黄姐好像有一点爱心哦哈，然后他就是有找我，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啦，跟可能还有一阵子吧。好，那最后一首歌《十五岁》，谢谢大家。是不是没